起床啦！干嘛？有毛病啊！我在外面忙得累死累活的，你倒好，在这里睡大觉。就你累我不累？昨天我干活回来差不多十点钟，我才到家。我跟你说累吗？就在那里干那么点家务活，那你很累。我哄小孩睡觉哪天不是一两个钟才睡啊？你才干活到十点，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？你起来是不是？我就不起，怎么啦？行，那你就睡吧，反正这个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爱吃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，我也不想管了。日落西，一起看斜阳。我把你私藏，不让人分享。一起到雨声开放。哪有啊？你不跟我哥吵架，怎么会来看我？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吵架？喝水吗？先喝口水。喝水。有啊，我就是你哥。对了心，我许下愿望。可惜的收场，虔诚的模样，我们深情的对望。我们大家什么都说过，站起来我说他死，反正我是说不通他，就用他的说法。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没有吧？你相信我？嗯，两位，两位，等一下来我自己吃饭，我买了一点牛肉。哦，好。大哥，快点吃饭了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快点上来吃饭了。大嫂，你先下班，我去看一下小孩。好。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没有孩子就当不回家。嗯，是啊，你肯定才回来一次。怎么能这样啊？孩子还那么小，就你一个人带，那得多辛苦啊！辛苦什么？一点都不辛苦。怎么就不辛苦了？你还小的时候，要不是我和你一起分担照顾，你还不得累死啊？你也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分担过啊？为什么现在就不会了？是不是结婚久了搞忘了？尽收眼底，山河湖海，细流淌着波浪。这么好的天气，什么衣服啊？要开我来洗，我要洗感冒了。岁月更替，我心怀万里，是爱与被爱，风雨千里，宇宙万物而存，这欢喜是我独特的。哟，这两天怎么这么勤快呀？老婆，你说的对，家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也不是我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，我们一起分担。这还差不多。喂，干嘛呀，阿珍？吓我一跳。梁哥呢？梁哥还在睡呢，怎么啦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木材厂那边有活干了，你问一下他要不要去。去啊，怎么不去？那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梁哥，木材厂那边有事做了。快点起来去做事了，阿珍在外面等你呢。哎，你叫他先去，我等下来。家里快没米了，你快点起来去做事了。你这样子天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能不能闭嘴呀？烦不烦了？一天叨叨个没完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你先去吧，我老公要迟一点再去。哦，好吧，等一下去迟了我怕活都没有了。那你等一下叫的快点来啊。好，知道了。
不能怪他，我们嫁人的时候他可是他家的掌上明珠，不会挑也很正常。以前那么多人追他，可他偏偏选了个好吃懒做的。快走，快走，他见到了。如梦如幻魔，人自长团又如何，来不及归家。大哥，你们家要柴吗？不用，我们家多着呢。小婷，你过得好吗？过得很好。你先别走，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我都听说了，你老公在家什么都不做，全靠你打零工和卖菜来维持生活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说完了吗？如果当初你选择我，我不敢保证日子过得有多好，但我不会让你这么辛苦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我。那好吧，那我也说两句。我已经是个结婚的女人了，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话是很不道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自己选的路，就算是跪着我也要走完。还有我老公以后是穷也好是富也好，我都不会离开他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。曾飞舞的身影，怎么了？像天使的翅膀划过幸福的。不是在房间里面吗？早上我就和阿珍一起出去了。依稀留住昨天。你这样子天天躺到床上什么？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变的心上，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。我的爱像天使守护。我还以为你一直在房间里。今天我在木材厂挣的。给我干嘛？以后挣的钱我都给你。早上你不是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吗？这个头今天到此为止，以后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们深情的对望，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缘。